好几年都有来抢，好，对，我连两届的了。他为什么会想说连两届？我今年是最后一次抢头香了，我这一次抢是为了慰问器而抢的，所以，因为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背后支持的人，对吧？那我觉得抢头香的意义不是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，因为一个人好不会好，要大家好才会好，所以大家赶快下班回家团圆吧，这才是重点。那你什么时候结婚？25岁。25岁，那你今年几岁？22。那还那么久？就算今年就够了，因为家人会担心。这次的奖品，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